迄是阮老爸孤单时的人客，风俗是彼杯茶，嫁月娘传予因某的杯，不知收着袂，讲你就不免看你厝内底，的大大细细，爸爸的面上所留的，是请咱一家换来的代价。一双手，一双鞋，一步一步艰难经过。爸爸的一生，甲算算的，若毋捌真正享受过，若毋有好有机会，一切人只有。老到底也无得病。